今天全是牛，你们怎么选？什么怎么选？一点线索都没有，你信不信？有道理。那我给算算。这是我的。哎呀，这啥？这是好东西，牛眼睛，老娘你看你见不得血哦。哎，这个没吃过，试一下。嗯，好吃，这么好吃吗？我来试一下。吃不了别抢我的嘛。哎呀，这个吃不惯，放给你。我妹妹放，到了。不是说都是牛吗？牛吗？没有牛吗？牛口味精重啊，看见没有，都是牛，我叫你们吧。吃着吃着吃着，闭嘴！我先去。嗯，就这个。我来，你是脸蛋，你摸不来，我不要。大罗，废了。该走该。还有一个。全都知道知道了，别去做。两个小子了没？谁先来？我来。滚！蜜蜂应该也是我先来。哪里瞧我的？看我的。就你的。天下武功唯快不破。小卡拉米，干这个！人肉他都不吃啊？可能他吃腻了吧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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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天吃饭要等你是吧？我也这个，那我也这个，你走你走吧。选啊，你先选。我随便啦。吓死宝宝了，还有一个人准备啊。你先选。哎呀，四川美食重庆小面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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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了！
大嫂子有鸡腿偷袭，咦，不给你吃。哎呀哎呀叫你查。哎呀扛不住我了。就这陈脚，那个谁真是不会有香港脚。你谢谢，就你这个格局，难怪冲上路去。我也能养你。这是个啥？还有两个脚。我让你进去。想要我踩坑，你先去。对了。都是脚，都是个啥？这不是还有一个？嘿嘿，到我来。数量子，体积这么小，不够了，这些全是脚。经理，我来帮你们分析，没有意见吧？我能有什么意见？有觉悟，这个一片牛肉吃不好，赶紧。这一片牛肉也不够吃啊。原来是一片大牛肉。看你造孽，会给你的。这一只甲鱼还跟我玩谐音梗，我预定了，这个飞得更高，摔得越惨，给你活不了，谁呀、啊？哎呀，飞飞飞、啊！原来是鸡翅。Come on， 甲鱼，甲鱼，甲鱼！啊是忍者神龟吧？妈呀！你在工作？哦。我来帮你们分析，没有意见吗？我不要你分析。啊！这个田螺上次就没吃到肉，老板给你。这么多肉，哎呀，亏了！这个鸡头不出意外，应该是鸡皮样子。给你，鸡皮样子好歹也是肉啊！肉肉肉！三个鸡袜子，小胖子。我的海鲜，大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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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大的不理解而已。喵啊！你什么时候关吗？哦。今天我来分析，没有意见吗？来来来，这个广东的太清淡，吃不惯。这个卡巴克，这个有一点搞不懂。这个四川的虽然没有湖南辣，那也还是可以。猪的感觉就是爽，我喜欢。我喜欢。白干净。哎呀！别写了。
新任务为什么叫卡 bug？ 这明天就知道了。啊！你干嘛？哦，